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是4月23。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哎，师傅好。请安，师傅，听得到吗？听得到，请讲。听得到吗？请讲。嗯。今天有几个问题。嗯，师傅，我们佛台，我们的法门的佛台在天上会有那种，就是那。观世音菩萨从天上看的佛台会是什么样？像身体一样吗？啊，看得到，菩萨看得很清楚的呀。嗯。哦哦。嗯。什么样子呢？非常清楚，就是一个个光啊，一个个佛台嘛，就是一个光啊，光环呀。再朝里边看嘛，就看到你们佛台里边的样子了呀。哦。嗯、哦，那你像我们的信众有1000多万、啊，那早上8点上香的时候，全都是都光。光了是吧？一看对对对，是这样吗？师傅，对对对，嗯，好，嗯，啊好，好，啊、就是说，以前有个人做梦，他梦到设心灵法门的牌能到28层天，嗯，这个28层天是能成吗？师傅这个问题，到28层天是吧？嗯，超过了，而天上的天，它只是还是在6道当中呀。心灵法门的那个心灵净土，它已经超出6道了呀。它跟那个西方净土，它在西方净土的后面呀。嗯。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师傅，下一个问题：不信佛的家人，托家人的名义给师傅放生，会不会加速佛缘呢？师傅，哦，会的，这个都会的。你叫他去做任何。布施的事情啊，他都跟佛性可以接上善缘的呀。但是那个会不会我师父背业呢？师父这个问题。哦、这个应该不会背业的，没关系。没关系，好，嗯、谢谢师父的。但是师父为什么祖坟对后代有影响呢？啊，这个很简单的，过去我们讲的这个一个人的。其实祖就是我们的过去啊，过去啊，你比方说我们的祖上对我们有影响不啦、嗯、比方说我问你，那中国的古代的孔孟之道，它是不是对我们后代有影响了？想、嗯、明白了不啦？有影响不啦？有影响的话，那么你祖上的坟风水放得好、嗯、你说当然对人也有影响的呀。啊，那师傅，那把它抄到天上去啊。抄到天上去之后当然好了，你把亡人抄到天上去的话对你自己有好处的呀，他可以庇应你的呀。哦，你明白了吧？明白了。啊，如果在轨道呢，师傅这个问题，祖坟对后代的影响呢，师傅这个问题。那当然有影响了，我问你一句话好不啦，你家里有个人在监狱好不啦？那、嗯、不好啊。啊，这对了，听得懂不啦？你到轨道不就是等于到监狱一样啊？懂了，听到。哎、啊。你家里有一个人在上面、啊、那你当然对你家里全家都沾光啊，都有好处啊。那是否如果亡人超到西方极乐世界呢，超脱6道呢，对不对？有影响有多大呢？那当然全部有影响呀。超脱6道的话、嗯、你的自己至少说你的自己的子孙啊，你的后代啊，都受到庇应的、嗯、举个简单例子，你说连、哦观世音菩萨，你家里供的菩萨，菩萨都会保佑你，何况你家里的人呢？对不对啊？你就说说看，佛陀的孩子呢，哦、对不对？有庇应不啦？对不对啊？有庇应，有庇应。罗侯罗菩萨，罗侯罗他也、佛了，他也成佛了，对不对啊？怎么会没庇应、啊？是的，是的，当然有庇应了。嗯，像你们是师父的孩子，当然你们自己。学佛各方面也会有庇应的呀，那你做了弟子之后、啊、对对，你做了弟子和不做弟子当然不一样了。哎呀，师父不一样，你不知道、哎、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帮了我们多少，只是我们凡人有时看不到。哎呀，对呀，真是这样，师父。对呀，就是这样的呀。嗯嗯，好，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那个
这个人是个操心的命，他是来还债的吗？啊，基本上都是来还债的，什么事情都放不下，哦，这个就是来还债的呀。嗯，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有的人身上长肿瘤吗？这个肿是也与血液有关的，师傅您慈悲开示一下这个肿瘤问题。肿瘤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血液里边不正常，它到了一定到血管的一定的位置，每一次到这个位置，它都会对你的血管呐，对你的机体的某一个部位啊，都会产生啊一种冲击啊，我们说脉冲啊一样。比方说你这个油不好，对不对啊？你到了这个阴茎这个地方，和你的比方说啊那个很多的 Fiat 啊，就是过滤器啊这种地方，你的油不干净的话，那你就会对你产生不好的东西啊。那么你长期的老走血液老走到这个位置上就不好，不好时间长了嘛，那么你这个地方就开始慢慢的滋生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肿瘤是什么呢？肿瘤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说的血液细胞不平均呀，不均衡呀，你明白吗？就是不均衡，不均衡之后呢，细胞源产生变化。哦，那也与灵性有关吗，师傅？这个问题啊，他的灵性就是搞你的呀。你按照正常的生理上来讲，你就细胞不受控制呀，细胞分裂呀，听得懂吗？细胞分裂之后，血液跟淋巴系统它就扩散到周围的组织当中呀，所以它的肿瘤就形成了呀。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你脸上不是有个疙瘩吗？肿起来了，那怎么会肿起来了？其他地方不长，为什么这个地方长了？因为这个地方的血液，血液细胞不受控制呀，啊，它就是这样的呀。哦。啊，它不受控制之后，我刚刚讲的呀，从它的淋巴系统扩散到它周围的组织，那么不运作，它就慢慢的拱起来了呀，明白了吗？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吃穿心莲可以吗？这个可以，可以，要早。太晚了也不行，要早。哦。哎，穿心莲要吃的时候，要感觉到稍微有一点点，哎，有点热了，身体一吃它就消了。啊，很多瘤嘛，就是你一直长，不管它，越长越大呀，它就这样的呀。嗯，血液细胞总是分泌不均匀，它就会在身体上长出肿块呀。所以很多人不懂。那么你说从灵界上来讲，那个灵性老在你这块地方，它就长出来了呀。是啊。它在老在你这个地方。肿瘤的怎么越来越啊？越来越大嘛，就是因为你它灵性在你身上多呀。你比方说一个鱼的灵性，它如果站在你身体上哪个部位，师父看到了啊，在你肚子上，你肚子上你不是息肉就长出来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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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长在你的长根柱上。那师傅，那与杀生有很大的关系了，师傅。100%的，杀生的人一定会。杀生的人，他这个灵性粘在你身上甩都甩不掉的。任何的人灵性粘上你了，你逃都逃不掉的，明白吗？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我有梦到观世音菩萨给了一件七彩披肩，类似绒线手工。是的，师傅，这是好的呀，菩萨在给你加持呀，这还不懂加持呀？那这件那一般给他一个七彩披肩，类似绒线手。对呀，那就是加持啊，七彩嘛就是七彩光呀，这还不懂啊？哎呀，啊，这么好，好的不得了了，嗯。哦，哎呀，太好了，好，谢谢师傅的支持。师傅，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有一个佛友想设佛台，但是呢她老公遇到一个通灵人，通灵人说不能设佛台，哎呀你看这个佛台就设不成了。面对这种情况，通灵人说不能设佛台，哎呀 你说多可惜啊，师傅怎么去解决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问题啊，说明他家里有业障啊，他佛台设不起来嘛，家里不管是什么原因总是他自己的阴呀，啊，他家里灵性多，你说灵性多的人会让你设佛台不啦？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对不对啊？你要叫个警察到家里来做客，是你家里的亲人好了，对不对啊？但是你家里都是一窝都是流氓，你说你叫警察来，他们会叫他来不啦？哎，听不懂啊，啊，听得懂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下一个问题，为汝恩师慈父诚心念诵大悲咒点一番业障，那这里是尊师重道了，是这样吗师父？对，这完全正确。对对，那师父为汝恩师慈父诚心放生一条鱼，祈求他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在人间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点几番业障呢？师父这个问题再试一下吧。这是你讲的。啊，是这个就是菩萨没讲过的话，我们不要去不要去自己想。你比方说你为师父放生哪怕一条鱼，这是代表你的心呀，因为你的心一个是尊师重道，第二你让师父常住在世的话是为了救度众生，你说你这个功德大不大了？嗯，当然大了。好了，哎、好了，那不一样的呀，那概念不一样的，明白了吗？这是是，嗯、有的人懂其重要，真的。师父您谦虚不说。我明白了，师父。师父，下一个，他说认真读诵白话佛法，减两番业障。这里的认真读诵白话佛法是一篇吗？师父，这个问题您认真开始一下，不管一篇、两篇、三篇，认真。就是非常仔细，非常、嗯、啊，一个字不漏的去做、嗯，那就是认真呀。嗯嗯，好吧。哦，认真，这个认真你们应该都懂、嗯。好，下一个问题。对对对对，那师父分享佛言佛语，减两份业障，同时增一番智慧。这里的分享是法布施吗？对，还是师父您开始一下？分享就是师父大家一起分享呀。有的人在网上分享，有的人。在公修会上分享、嗯、全部都有功德的呀，减得很厉害的、嗯、减业障减得很多。那这、啊、那是否多少人看到只要你分享一份、你是这样你开始一下，你要给人家的呀，你一个人分享怎么分享？分享的意思就是说你跟别人在一起啊。哦，网络共修公修吗师父？当然了，算的了，网络当然算的，明白吗？哦，那师父比如今天我分享了一个人那白话分享一个人的不分享一个人分享了佛言佛语，也减两番业障，增一份智慧吗？想了一百个人，嗯，佛言佛语都一样。你那你越分享多，分数减的越多呀。很多人们为什么会消业障的呢、哦？就不停的分享呀、嗯。我问你，你念经不停的、嗯、不停的念经，不是不停的消业障吗？嗯，对不对呀？对呀、啊。对对对对对，那是。下一个问题，他说串联分享佛言佛语，对境自修案例成功，使人受益，减五分业障，增三分智慧。这个嘛，实际上就是已经在救人了呀。怎么叫这个就是救人了呀？嗯。哦，就现身说法是这样吗？是。就是现身说法呀，救人于苦海之中呀，这个功德还不大，很大了，明白了吗？下一个问题，互动答题记忆入八十田中2-3分智慧。互动答题，师傅您给大家开示一下怎么叫互动答题呢？师傅，互动答题是吧？互动答题就比方说你问、哎、我说你问，就是这样、嗯、比方说什么叫手剑、嗯、那么你就一边在讲、嗯，就是大家来讲了啊，手戒嘛必须怎么样、哦、在你讲的时候提醒自己又提醒了别人了呀、哎、然后呢你让他问你来回答，就是这样叫互动呀，明白了吗？嗯，明白了明白了。好、嗯、下一个问题，每如理如法的参加一次学习，一次功德莲花盛容一点，嗯，这个怎么叫如理如法的参加一次学？师傅您开示一下。如理如法嘛，很简单了，如理如法就是手洗洗干净，坐下来不要乱讲话、嗯、啊，看看共修的男男女女，不要起邪念、嗯、然后对菩萨要尊敬、嗯、啊，对白话佛法要认真啊，在自己讲自己的时候不能开玩笑，否则都会扣分的呀、嗯、这还不懂啊？听得懂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喂，你好。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今天我帮同学问几个问题，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嗯。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如果以后不供小佛台，要换成供大佛台，
可以把小佛台的香炉用在大佛台上吗？再讲一遍。对不起，如果以后不供奉小佛台，要换成供大佛台，可以把小佛台的香炉用在大佛台上吗？啊，可以可以。哦，好，感恩师傅。还有师傅开示过，以前床的位置如果设佛台的话，要空出来三个月以上。同修家要设佛台了，选择的位置原来是客房的床，平时来客人住一下，一年住不了几次，从来都没有睡过夫妻，这个床已经很久没人睡了，但床搬开才一个星期，现在可以设佛台吗？嗯，应该可以。哦，不一样的情况，不一样的对待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同修家小孩不愿意剪头发，每次都是趁他睡觉的时候家人给他剪，那么像这样睡着的剪头发有没有什么不妥？哦，不好，非常不好，倒霉的，叫鬼剃头啊。哦，这样的。开什么玩笑，他万一突然之间醒过来呢，你剪刀都弄到他头上了就麻烦了。对，神经啊，神经啊，什么都想得出来呢。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祖上杀业会影响后代，同修的父辈杀业咒，同修现在怀孕了，能否现在就为腹中的孩子念往生咒消业障，减少祖上杀业对腹中孩子的影响？一定会有影响，赶快念。那可以念往生咒。可以。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师傅在节目中开示，开岁菩萨也可以供奉在小佛台上，如果小佛台要供观世音菩萨和太岁菩萨，是每尊不能大于 A4 纸的大小，还是说两尊菩萨像合在一起不能大于 A4 纸的大小？是小佛台啊？对，小佛台。小佛台随缘吧，不要太大嘛就好了，没有太大的讲究。好的，感恩师傅。还同修觉得剪头发就是去烦恼，在现实理发的时候会一边想着舍下烦恼，一边念心经，这样可以吧？可以，很好。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之前用的香，它的那个香的味道太大，就想换无烟香。那香炉里以前的香灰要换掉吗？不要，没关系。好的。那如果香炉下面还有小米的话，要换吗？香够了以后把小米要换掉，小米是零食。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在来信解答中，有人问闰月可不可以搬家，师傅开示后面那个月的下半月搬家，想问如果新房装修也是这样选后面那个月的下半个月，是这样吗？都可以，闰月的前半个月是属于虚月呀，不真实。虚月。那闰月就像我们中国人年龄一样的呀，虚岁呀，虚岁它是不准的呀，它要是说是说十岁的呀。好的。那闰月是有选双日还是单日呢？应该闰月第二嘛是选双的呀，第一个嘛选单的呀。如果你在闰月的单第一个月的话，你应该选单日，那么第二个月选三日双日。明白了，感恩师傅。同修问，儿子离婚后另外又结婚，婚房能够设在原来结婚的那一间吗？还会离的，还会离的，虽然那个房间里还会吵架的。是气场。有气场问题。好的。最好嘛换换，实在不行嘛要打扫啊，油漆啊，重新弄。粉刷一下。要弄的嘞，家具什么全部不一样，要回到这个房间来，不认识是原来的房间。明白。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还有在观音堂，义工带领大家上头香的时候，领香的同修是不是只能为观音堂求可以度更多有缘众生，能不能求自己的事情？从道理上来讲，只能给大家求啊。但是如果你偶然的给自己家里人求求，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呀。好的。但是你今天是带着大家一起，那你就得最好是帮大家求呀。是的，感恩师傅。还有就家里可以用金黄色的晾衣杆和衣架吗？可以用的话有。好的，感恩师傅。没问题。还有点油灯时，左手和右手用哪只手来打开油灯的盖子，哪只手点油灯比较好？都可以。
最好嘛，点油灯嘛，当然你是用右手了，除非你是左撇子。哦，是的。啊，这个是随缘的呀，嗯、明白了吗、嗯？但是我问你，左手和右手哪只手干净啊？左手。左手干净，好。那我问你呀、啊，如果左手不洗，右手洗了，哪只手干净啊？右手，看情况。这就是大脑小脑筋急转弯了，师傅就是告诉你哪个左手干净还是右手干净，连哪只手洗的干净就是哪个手干净，听不懂啊？听懂了。嗯，感恩师傅。有同修在佛台前读诵有关师傅的念经开示或读礼佛大忏悔文时，都会有痰要吐出来，有时候会吐出黑色的东西，吐出来就舒服了。他就想问，这样的情况是属于消业障吗？还是他自己身体的问题？是真的消业障了，要当心啊！如果有黑色东西，要看的。首先呢，在念经之前有没有吃过什么黑的东西？听得懂吗？吐出来的痰里边有黑的，那因为你忘记了嘛，吃进去的时候忘记了，它吐出来是生痰从里边吐出来。当然了，你说吐痰的话、嗯、那总是一种排泄吧，排泄总是一种机能的，这个我们说血液循环吧，机能的循环吧，应该不是属于一件坏事，明白吗？嗯，明白了。嗯，感恩师傅。同修梦见有两个警察说他破坏公务，要去看守所待七天，他想问这是哪方面做的不如理不如法？再讲一遍，对不起。对不起，师傅，就是有同修梦到有两个警察说他破坏公务，要去看守所待七天。他想问是哪里不如理不如法？那佛台呀、啊，佛台不干净。哦，佛台。嗯，好的。好，感恩师傅。还有同修家，同修家的夫妻双修，是全素清修。然后先生梦见师傅打着伞，把伞给先生，也没说什么话。请师傅解梦。师傅打着伞给他是吧？帮他遮，给他遮风挡雨啊！师傅在给他先生加持啊！他一定求师傅了呀。哦。他本人求的嘛，师傅来帮他先生加持呀。嗯，好的。感恩师傅。同修现在正在求一件事，是一个小投资。梦到捡了一捆柴，请师傅解梦。小回报呀。小投资小回报、一捆柴是小回报。对。好，感恩师傅。同修梦到用冷水洗头，当时感觉头有点冷，现实中同修怕冷，从来不用冷水洗头，请师傅解梦。不好啊，叫他头脑清醒一点呢、啊、叫他现在头脑不要发热。冷水洗头。哎。明白了。感恩师傅。还有同修梦到点小房子的红点，点到红布上，而不是点到小房子上，小房子就在红布的旁边，然后换另外一个厚点的毯子布，把小房子和点小房子的红布盖住了一半，这个梦是什么意思？这个梦很简单了，你比方说你今天点小房子没点到点子上，那你这小房子有效果不啦？没点到小，好了，点上、没点上就是没效果，就是这现在的小房子的质量出问题了，听得懂吗？听懂了。嗯，好，感恩师傅。同修问菩萨自己的莲花在哪里，需要忏悔哪方面的业障？梦到去超市看到有两包莲藕，他买了一包，这个梦是说明他莲花在哪里？不好啊，一半呀、啊，这还不懂啊？莲花在一半掉在上面的。就是两包莲藕，他买了一包。对呀、啊，莲藕嘛就是莲花呀。他买了一袋，就说明他现在是莲花掉在一半呀。哦，好的，感恩师傅开始。今天的问题我就问到这里。好，好，再见。请师傅保重身体。再见。师傅再见。喂，你好。喂，师傅你好。啊，你好，讲吧。师傅，我有几个问题。就是我今年两月份的时候，经期那个雪崩嘛，一直在出血，然后人也很虚弱，就是很想睡觉，然后我就去看了中医，中医就说我气血不足，然后喝了中药，但是也没有停，
然后我又去看了西医，然后配了止血药，但是还没有停，就是我这个例假来了四个多月嘛，就等于天天就是在流血，然后那个图腾也很难打通，然后想师傅帮我开示一下，因为我这段时间就会很容易就想不通，会很忧郁的。你知道万一任何有这种比方说像这种妇科病啊，是它都是灵性啊，很厉害的。你想想看，医生都看不了的病的话，那就是灵性病了呀，明白了吗？明白了。我这方面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吗？讲给你听啊，一般的像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就是你上辈子在这个时候邪淫很厉害，你应该做到一些噩梦。哦、是。像你在这个在一个月之前，你就应该做到一些噩梦了。就是说有人追你啊，或者有人在这个你的梦中啊，对你啊有一些不轨的行为啦，像这种梦应该做到，你当时就应该开始马上就念经了，比方说许个大愿呐、啊，八十多张小房子啦，可能你就不会造成现在这个情况了，你明白吗？好像是，明白了，师傅，好像我印象当中有的，好了，在那个在这个期间。我也有梦到过的，然后也有梦到过孩子。好啦，看见了吗？哼哼，这就是师父在帮你看病了，就是讲给你听，你肯定在这段时间、你上辈子这段时间你有掉过孩子，或者你这辈子有超度掉过孩子没有超度掉，他只要到了时机缘成熟他就来了，明白了吗？明白了。感恩师傅，你现在错了，现在你一定会好好忏悔的。对呀、你现在赶紧要，赶紧要念经了。你像你这种事情，你要求的，你要许愿才能求得停下来的。有多少人都是这样的呀？对不对啊？医生啊，怎么吃药都吃不好啊？明白了吗？明白了。好的。还有那个师傅，还有那个就是。我前段时间嘛，因为这个病，然后就是人比较忧郁的时候，我有曾经做过一个梦，就是梦到师傅在梦中教别人在打坐，然后就说了一个方法的要领，但是我醒来呢忘记了。那快醒的时候呢，我感觉师傅说我现在每天可以就是打坐五分钟，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叫你要定心定下来呀，叫你要打通经络了呀，你现在经络不通，所以你才妇科这么再停不下来的呀，傻姑娘，你每天可以打坐五分钟了，但是打坐的时候脑子一定要干净，还有啊不能着凉，还有啊自己不能吃任何凉的东西。任何凉的东西，哦，好的，师傅，我现在是不是鸡蛋也不太能吃了？你还吃啊？怪不得的，不能吃了。你现在鸡蛋不能吃了，你最好补充蛋白质。补充蛋白质的话，你现在多吃一点那种豆腐啊、豆制品啊，它有这个植物蛋白质在里边的呀，豆制品啊，黄豆啊，豆类啊，听得懂吗？还有啊，自己不要想的太多，你因为越想的多的话，你就会让那些过去曾经你伤害过别人的人来不停的找你，包括你打胎的孩子。他只要他不管的，你把他打死了，他就一直问你要债啊，你明白吗？你到后来人会虚脱的，你整天不干净流血的话，你知道你人会、人会虚脱的，浑身无力啊，傻姑娘。是的，是的，最近就是一直这个情况，稍微在家里，动一动的话，然后人马上就感觉就非常的累，对呀、很想睡觉。因为你要知道，血啊，血它是一种机能，你可以排出污血，但是你不能把正常的好的血也流掉的呀，明白了吗？你自己要懂啊，两个平时躺在床，平时坐的时候，两个脚尽量不要。放在地板上脚水会水肿的，你要把脚要随时随地坐在那就把脚翘起来，明白了吗？明白了。好的，师傅。还有我以前对的，如果不是师傅，就是很多东西都不懂不明白。对呀、很多人都不知道，你现在热，你有时候要不能太凉，
你比方说用暖水袋啊，在脚底心啊，在这个经常搓揉一下，然后要用暖水袋捂捂你的脚底心，像涌泉穴啊这种都可以让你畅通啊经络，畅通经络的目的就是让你能够舒缓啊，舒缓经络的那些不好的细胞的留存，否则的细胞它乱跑乱跑乱窜的。你比方说你的情绪为什么会破坏你的大脑细胞层？情绪一不好，发神经了，发神经嘛就大脑细胞层被它紊乱了呀。嗯，明白吗？嗯，是的，好的。那师傅，这个是在睡前做呢，还是平时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做？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做。明白了吗？哎。哦。明白了，好的。师傅，我那个就是以前就是刚领结婚证的当天嘛，然后就感觉我先生的这个业障跑到我身上来了。这个是都是这样子，是普遍现象还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你的是你的，你帮你先生背了。你知道吗？过去啊，过去有好几种现象。一个人从小生出来，人家给他算命，命很好，结果结了婚之后，两个人叫合八字。一个人的八字不代表你的一生命运。嗯。当你结了婚跟一个男的合八字之后，你的命运会改变的。有的女的是帮扶运，啊，这个男的特别好，结了婚之后这个男的特别好，这个男的在过去算命的一生潦倒，结果呢找这个女的很好，两个人一合八字，这个男的一下子窜起来了，生意好了，各方面都好起来，这叫有合八字之后。像你这种一结婚之后，你就感觉到你老公的身上的灵性到你身上来了，那你还不是帮他在背呀？就是他身上的魔性到你身上来了呀，这还不懂啊？嗯，是的。然后我现在我先生的脾气就是，因为我也坚持和他念经嘛，每天有念21遍，那个心经，还有解结咒，他不相信是吧？然后他不相信，就感觉他的脾气是越来越好了。他相信不相信？我有时候会就是控制不住。他相信不相信啊？嗯，他现在也相信，然后他现在也经常让我去放生。刚刚相信嘛，就是因为你付出的代价了呀，这还不懂啊？你已经付出代价了呀，明白了吗？喂。嗯，明白了。啊。这个我自己的业障我自己背，啊、感恩师傅。你已经付出了。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嗯。就是有时候会听到师傅说让某些弟子许愿清修，那是不是师傅看到了有些弟子身上有邪淫的业障，只要通过许愿清修才能消除，还是说师傅看到了他们的根基？都有可能的，两种情况都有的。做不到不要去许愿，做不到许愿再做不到更糟糕，听不懂啊？嗯，听懂了。哎，好的。那师傅，因为我现在这个事业也是不太好嘛，肯定的。那事业运跟事业跟身体永远绑在一起的。你去看一个人身体不好的人，事业运不会好的，明白了吗？嗯，明白了。那因为我今年也是33岁的一个官嘛，就是说、要当心了，真的要当心。我不知道这个是就是。妇科的这个是不是在过这个关，还是说我后面还会有关？就是这个关了。我现在我真的是刚刚给你看到了，随便看的，我没有意帮你去看，我看到你身上有一个鬼、啊、很厉害的，而且像、那需要多少小房子？有点像人家老顽童一样。哦，听得到吗？赶快给他念掉啊！听得到，师傅。63张。那大概要多少小方？63张。63张，好的，好的，我马上许愿。是给我就是我给我自己的药精者对吗？对呀、对呀、好的。那个，好的，师傅。那个师傅，你能不能再骂骂我说我几句？你们这个人，不要讲其他的。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的，你自己有多少能力，你做多少事情，听得懂吗？你自己没能力，你就不要去帮助别人，你帮不了的，明白吗？嗯，好的，好的，我好的。我已经跟你讲了，你跟我记住了，
在这个世界上啊，很多事情要量力而为的，量力而行的，没有自己的能力不要去做，对不对啊？你每一个人自己要有这个能力才能做这个事情的，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去嫁给你老公之后，你帮他背业，你嫁给他是嫁给他啊，你帮他背，你不一定你背得起他。哦，听懂了，师傅。啊，就是这样啊，好吧。听懂了，师傅。嗯嗯。嗯。好了。好的，师傅。嗯。哦，那好的，那个，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我自己的业障我自己背，谢谢师傅。哦，我。好。那就这样。喂，你好。喂，师傅啊。啊，请讲。师傅就是给你请安，弟子想给你解一个梦，啊、就是我不久前去年啊，我一个外甥女子女已经往生了，我梦到她好像在梦里，师傅给她看图腾说，我们已经帮她念了。几百张小房子了，师傅好像跟我讲说他已经不用再念了。然后他的表姐也梦到他在梦里有拿到一个很大的果子啊，那水果拿到西瓜那么大，他抱住一个西瓜，很开心的在那里笑。请问师傅帮我解梦一下，是不是他已经超出六道啊？那时候师傅有讲说，曾经看过图腾，这个孩子14岁往生的。然后是那时是他睡觉睡梦中往生，然后呢他是给一个仙女带走的，请师傅帮我解一下，感恩。很简单啦，如果是真的这样嘛，肯定是这样的呀，给他做梦看到的就是他当时曾经的情况呀。就是说他已经超脱六道了吗？不一定的，仙女带走的话可能在天道也有可能的呀。当时是在天道往生的时候啦，师父看图腾说他在天道。是啊。然后之后我们就念了很多小房子，然后就梦到师父跟我讲他看图腾说他已经不用再念了。当时师父有讲说叫我们再帮他念一点，可能有机会超脱六道。当时师父是这样跟我讲。那就要看图腾了呀。现在你念了之后，你不、我也不知道，我要看图腾才知道的呀。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还有那个好像我们同时有梦到啦，就是说解梦一下那个很多师兄有在一个地方准备斜架飞机，这样是什么意思呢？准备什么飞机啊？斜架飞机啊，架那个飞机啊，学驾驶飞机。对对对，学驾驶飞机那是好事情啊，因为坐飞机都是往上跑呀，往上跑都是好的呀。就是只是说你正在努力呀。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梦就是我去年是369嘛，然后我就很辛苦啦，就是很煎熬的过啦，就是念经也念不动，然后就是一个结我自己知道啦，我已经念了180多张这样的小房子，然后我就一个梦到我在梦里是给老虎追的，我大概知道好像那个结很严重啦，不好对不对，不在给老虎追，我梦到知道在老虎追，然后我就在梦里一直念大悲咒，求菩萨保佑我能够过这个关啦、然后我就拿一个布盖住，那个老虎没有看到我啦，然后就过了啦。不懂这个是我的劫过了吗？那就是你可以过这个劫。好，你可以过这个劫，并不代表你能过得去，明白吗？就是说我的、这个、老虎没看见你，你还是有危险的呀。哦，对，在梦里我一直在念大悲咒求菩萨保佑我。那就是应该暂时过得去吧。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师傅，请保重，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拜拜，再见。拜拜。喂，你好。喂，师傅好。你好。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弟子帮同修问几个梦境的问题，请师傅慈悲解梦。嗯，同修梦见她老公把别人杀了，还用火烧了。同修在梦里非常担心，怕老公会被抓起来。现实生活中，同修的老公对菩萨非常诚心，也念经念小房子，但是因为工作忙不精进。今年她老公逢369的节，请师傅解梦。这还不知道啊，她老公本来有个大节的，就是因为她现在很清净，一直在念经，所以这个节应该给她过了。嗯，是过了啊。那她还需要小房子吗？要。嗯，大概多少张？不知道，至少49张吧。嗯，好的，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一个数字38670，好像是要带老公一起去一家银行取钱。梦里感觉自己一直有5万块存在那个银行，那个银行是一个很好的银行，同修似乎还认识那个银行的老板娘。同修是白血病，现在在医院治疗，请问师傅，这个梦境他要怎么许愿念小房子？要还很多债啊。嗯，要还很多债啊，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很多的债还没有打开呢。人家说了，人家说这个债还没有还完呢，明白了吗？好，就是继续要念小房子。对，你这个密码里边有很多欠人家的东西呢。好，他现实生活中梦醒后的当天上午，他的婆婆就要把他养老的5万块拿给同修治病。但是同修没有收，这个有关系吗？也有关系的，也有关系的。这个就是跟现实差不多了，因为价格都是差不多的。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在梦里看到另外一个师兄的牙齿全部没有了，请师父慈悲解梦。牙齿全部没有了，亲戚朋友感情都没了，他有麻烦了。那要多念几节咒，对吧？对。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梦到一片宽广的草原，有种雨过天晴的感觉，然后走过去看到很多山，山上都在造观音庙，请师父慈悲解梦。他要绕过，他要过了一段劫，他才能进步，才能好。他现在有一段劫，这段劫就是像他梦中一样，要看到后面造庙的话，就是他才会有功德。他现在是在弥补他自己过去的那种失误啊、缺德啊那种事情。那他这段时间，他老公刚好就是业障病爆发，就是很不好。对呀、应该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绝对100%有关系的。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梦到拿着一个票去赶车，站在那里不知道往哪里走，一个工作人员叫他，看了他的票说，你如果不是从那里来的就不让上车。同修说是那里来的，工作人员说，那你为什么才来啊？同修说，因为我笨啊，愚痴啊。工作人员对他说，你得以180码的速度去赶啊，时间不够了，请师父慈悲解。这还不知道啊，天上下来的呀，不好好修呀，时间不够了。他现在自己可能寿命缩短了呀。很多人从天上下来成愿再来救人，到了人间吃喝玩乐浪费时间，到最后嘛时间不够了呀，这还不懂啊。明白。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连续2天在梦里念往生咒醒来。同修学佛前做了很多年的杀生的生意，他公公也是做了很多年杀生的生意，是不是提示他要多念往生咒？100%的。那他可以许愿念10万遍往生咒？可以，要的。不要的话，你看他得恶病啊。像这种有杀生的人，晚年都是恶病。那一般就是如果有杀业重的这些同修，他们都可以去10万遍去许愿嘛，至少都可以，至少。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现实生活中同修带了很多年的护身符，前段时间掉在卫生间的地上，
但是马上捡起来了，又念了礼佛。然后前段时间同修就梦见自己的护身符在马桶里被水冲走了，后来护身符又用卫生纸包着从马桶里涌出来了。啊，不能用了，不能用了，这个梦就告诉他不能用了。嗯嗯，好，脏了脏了脏了。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老公花9万块买了一套房子，现实生活中同修老公信佛没念经，同修也没有帮老公念经，请师父解梦。喂，师父。现实当中什么？没听懂啊。嗯。啊，对不起，师父。嗯，就是现实生活中她的老公信佛，但是没有念经，同修也没有帮她老公念经，但是就梦到她老公花9万块买了一套房子。哦，这个还不明白，这个就是说她现在以后会信佛的呀。嗯。她现在以后把9万块的房子，就是小房子，如果把它念掉的话，她现在就会好起来了。嗯。所以不修心的人很可怜。嗯。嗯，那多少小房子需要？不知道，900张至少的。嗯。哦，好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最近梦见奶奶在半夜走进他的房间转了一圈，同修叫他，问他烧的小房子收到了没有，奶奶都没理他。现实生活中梦见奶奶的时间是他忌日的前几天。师父看过图腾，说在御界天的，请师父慈悲解啊。他下来拿小房子了，不开心。哦，没拿到。嗯。哦，没拿到。看见的小房子有问题。嗯。哦，好的好。就跟奶奶的原来的名字要稍微对一下，名字有出错了。哦，嗯。哦，名字要检查一下。嗯，好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梦见亡人拿着他自己念的自存小房子准备写字进证去烧，现实中他往生前家人大量给他念经放生许愿，但自己不信，请师父解梦。自己烧那是他以后呀，一定会自己烧小房子的。就是亡人，就是已经亡人自己烧啊，那来抢啊，来拿了。哦，嗯，但之前师傅看到是在御界天。嗯，在御界天的话，他还是需要小房子的呀。嗯，你小房子烧给御界天的人还是有用的呀。嗯，好，嗯，大超出六道了嘛就没有用了。嗯，对，嗯，大概还需要多少呢？不知道，要看图腾的呀。嗯，好的，好，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梦见。借到同，啊，对不起师傅，同修梦见借给同修自行车，但车胎爆了，因为他想留在当地，所以去修理要20元，后来做梦人父亲同意修理，就只要5元，感觉省钱了，很开心。现实中梦里的同修在求留在当地的事情，请师傅解梦。留在当地的事情是吧？对，他做梦做到他什么自行车剩着什么钱啊？哦，就是说他车胎爆了，然后要去修，本来是20元，后来就捡到了只需要5元钱。啊，那成功了，嗯。哦，成功了，那还需要小房子吗？要。嗯，好的，那这个5元钱是代表？没什么，再补一补就可以了，再加紧一点，再念一点小房子就可以了。嗯，好。感恩师父。好了，最后一个问题了，给你。第10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你要记住啊，你以后要改变你说话的声音啊。哦，好的。你说话的声音哭腔啊，会倒霉的。哦，好的，知道了。你像苦瓜、苦菜瓜一样的。嗯，弟子有的时候好像有鼻炎的问题。不是鼻炎的问题啊，讲话声音啊，喉咙里的问题啊。哦，没底气啊。我谢谢你自己要讲话，你看像师傅这种中气足不啦？对不起师傅，弟子忏悔。哎，像哭腔一样，你会倒霉的。嗯，好的。听不懂啊？弟子一定改。好好的念经的时候用气，用气念经啊。明白了吗？明白师傅。好了好了，感恩师傅。
同学们自己也让自己背，不让师傅背，请师傅多多保重身体，感恩师傅，再见，师傅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